观众朋友，午安，欢迎下午的两点钟收看《九四要赚钱未来事件部》，我是晶晶。我们看到今天呢，整个盘呢，很多人都觉得很奇怪，到底在跌什么？而且跌这么深哦。但是呢，我们如果有昨天看节目的人，或者是我们是老师的忠实粉丝的话，我们看到老师昨天的预告了。收盘小于 IC 加上主力心态在今天是空的哦，所以应该很多人今天获救了啦。对对，不要做就不会赔。而且我们看到加权指股票股价这个指数今天跳水嘛，对不 对？那个股的表现的部分，也很惨哦，蛮多个股在昨天涨停，有涨停，今天跌停。对。一天相差了20%，除了神盾集团之外，对其他全。神盾集团也很奇怪啊，它开。涨停之后就一直涨停锁住没开过，好，这个盘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个卸票行情才一天吗？一天够卸票吗？好，我们赶快请教我们的谢文恩分析师。我先问大家一个很简单的逻辑，我们先不讲神盾集团，我问大家，昨天最强，我现在讲正常股票，正常股票不是讲不正常股票，昨天最强的正常股票，我个人定义啊，第一轮族群它是一个标标准准正常有量有价有股本的股票，是。结果呢，昨天呢，如果说你看到第一轮族群一根红 K 棒去买呢，今天既然连高点都没有，又全部送你一根长黑 K 棒了，是。那么这个行情到底怎么了？我说真的啦，这个行情呢，摆明了是在跟一般投资朋友还有投顾老师对坐。我举个例子哦，今天早上呢，甚至昨天晚上，如果说你有在看所有的财经节目，这是为什么？即使我们有在财经节目里面连线，我也鼓励大家都不要看，因为一点屁用都没有。我请问大家，会被洗脑？昨天所有财经节目怎么告诉你的？哦，外资期货空单一口气补了4000多口、所以这一个行情要开始展开选后的行情。那你记不记得上礼拜我跟大家报过，根据过去的历史经验，选后上涨的几率高达将近80%，80%多，85%哦，还是100%。哦，反正就很高啦，很高，很高啦，很高。那我当时跟金讨论说呢，就只有第一个样本数不够，那第二个，如果说你刚好遇到那个不涨的，好，第三件事情又来了，我能不能一路跌到你完全没信心，你断头的时候我再拉，可以吗？也是有可能啊。这是为什么？没有，这是为什么？我每天呢，我都在这边跟一个白痴一模一样，苦口婆心告诉大家，你真的他妈的要摸着石头过河啊！可是老师，我再问一个问题，你说跌，要大家心里都已经失望了哈，再拉对不对？可是你就算再跌，你又努力封关啦，也没几个交易日了耶。难道大家都不要做要封款了怎么办？好，我再举例第二个问题，那个2603、2609，我们在上个礼拜，上礼拜五我们买回嘛，买回，因为我跟你讲说跌破变突破，结果突破之后今天又变跌破，是，好，不止这样子哦，我们再举例几档，几一档正常股票就好了，2303联电够正常吧？够正常了吧？我现在不是，我现在都跟你讲正常股票哦。对对对。如果说讲什么2486一拳，你可能不懂，它是导线架的散热。是。6140的正达，你可能不懂，它是 IPC 制材。好，它这不懂没关系。那联电够有名的吧？联电总知道，够有名吧？是啊。干，一根红 K 棒，你进去到现在也死掉啊。哦。也死掉啊，全部都死掉啊。发生什么代志？基本上哈。我没有啦，我说真的啦，我很不喜欢哦，台北股市没有任何，因为今天所有的财经节目都问我说有什么利空，今天没有利空，你有看利空吗？对啊，它跌什么？所以大家都问跌什么？然后两点的时候，刚刚你所看到外资在期货的空单又补了4000多口，哦，又补，对，又补了4000多口，那到底在跌什么？跌什么？我呛到，你看激动到呛到。没有了，基本上台湾它是一个标标准准的先行指标，因为跌，它是因为它认为美国股市会跌。哦，懂我意思吧？那美国股市跌，又回到1月2号当时恐怖的鬼故事。我今天我宏基52.3。他收52.3，他的多方防守，你看我都会背了，落在52.5，跌破多方防守，你不出，你10张又差7万块，你20张差14万。对，这是很恐怖的事情呢。不是，我今天收45了，你看，不是，这是为什么？我在跟大家报告，现在他妈的王八蛋股票比期货还恐怖，你知道？你只要不小心去大个便出来。你输多少钱呢？看你以为每个头脑哦，没头脑，我是要分析神盾集团。看每个人最好都有神盾，最好都有神盾，最好你敢买神盾？有啦，有的投顾去买了，可是问题呢，你搞不好下面他买的其他股票全套，那这样子你也是，你根本就不可能赚得到钱，这是为什么？再强调一件事情哦，
我是觉得现在没有，我再强调，我再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，现在股票跟指数期货呢，我再一次认为啦，指数最简单，你知道为什么？指数它会遵循着白天太阳从东边出来，从西边下去，它至少有轨迹。对，白天我们就要起床工作。可是现在单纯就股票的角度，它没在鸟你这一套，它永远都给你黑夜。你看，来再一遍哦，之前2492的华兴科啊，是干是。跌一个月的时间，没有，我是帮着股民们干掉，抒发心情。然后好啊，许晶晶，你知道昨天华兴科一根长红 K 吧？哦，然后今天全部吐回去，看这那红 K 是干嘛？红 K 干嘛？不知道。华兴科不正常。好，还有一个你讲到的复制华兴科的，我真的是刚刚说老师怎么会这么准又讲中了？不是啊，每次都复制华兴科，你要讲哪只啊？每次哪只？宏基、啊，宏基不是也复制华兴科吗？对 对, 對 啊，你说业绩好了，好华孚也一样破啊，也就是一样破啊。你等于说，你没有再强调一件事情哦。我是真的鼓励大家啦。怎么办？你从哪里跌倒你就换个地方。对，换地方，那代表呢股票跟你没哈。美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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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没有没有，我问你哈，有没有人喜欢做短线？干，我是智障，我做短线的，我不喜欢做短线。其实股票做短线干什么嘛？可是问题呢？我昨天我没有，昨天我跟你明示哦，我这边跟你强调，我说 OTC 比加权股价指数强很多，是强很多。我昨天讲 OTC， 一讲 OTC，OTC，OTC， 所以说我说你要买，你要集中 OTC， 不是集中在加权相关概念股。这为什么今天看到我们华邦电也一样嘛，也大跌嘛，也都大跌嘛。等于说加权股价指数还跌吧？好，老师，那我知道，那我还是买 OTC。你们哈，没有，我们再强调哈，摸着石头过河。拜托你们不要去猜行情。昨天晚上所有财经节目邀请的分析师，每一个都兴高采烈哦，兴高采烈，外资回补，神盾创新高哦，这个行情要喷了。结果呢？我请问大家，有喷到你的股票吗？没有。所以说这是为什么你要摸着石头过？来，我给大家看一个证据哦。我一再跟我强调，我说主力做手操作，它是架构在价格的热水观念。来，先看证据哦。这个证据的话，许晶晶呢，因为他有潜伏在我们里面当间谍，他也知道。这昨天下午两点钟，好，你所索取到我们的热水盘前传稿，来看清楚哦。昨天下午两点钟是不是适用在 PM 盘？还有今天早上 AM 盘，我给大家看一个秘密哦，来看清楚哦。这边的支撑的部分的话，我写487到478，压力写575。结果昨天 PM 盘最高的热水高点，我记得是576，我两点就给了。好，那我你来了，你再来一遍哦。好，压力我先不看，来直接跳支撑487到478，先敲桌子。没有，今天没有很多东西，很多它有逻辑哦。今天台指期货一开盘就直接破，它没有留下遗憾。我跟你讲，如果它是开个平盘往下急杀，来到487到418，你看大盘。为什么我的期货，我们在131个礼拜，我20万的资金可以变成1700多万？因为很简单嘛，你不要保证你要成交，你懂我意思吧？就像，好，许晶，我问你哦，今天早上你看有预告，你今天早上一大早我说主力新太空，对，那我就不做了嘛。我希望不要做，我不要做，我就不要做，我就不要做了。可以这样吗？可以这样吗？可以啊，可以接受啊。我可以不要做嘛？是啊。你既然没有去做空啊，那我可以选择不要做啊，不要做 OK 啊，不要做不会死人啊。对。爱去做嘞，今天你知道今天期货多贱啊？其实用画图给你看哦。好。这样杀下去之后，盘中拉起来，盘中多空转机啊，尾盘收最低。贱。然后呢？你会挂在哪里？对，你会挂在哪里？没有。不是，因为今天哦，对，拉起来那一段，为什么？因为就如同我们当时在16000点的时候，我跟大家讲个笑话啦。16000点的时候，我们当时在做多，好，这张图卡我还留着。你看，已经16005，我当时做多的时候，好，你不敢做，没关系。对。可是问题呢，当它从16000涨到16500、16700，活生生涨了700多点。你手中没有多单的，你一定会放空。因为你认为它涨很多了，然后再遇到一些不孝的投顾老师，只会跟你讲说呢，哦，现在技术指标在高档出现过热，不排除回档修正。我他妈的混蛋，什么叫不排除？什么不排除？什么叫不排除啊？啊，一个不排除。可是问题，你们观众你们会断章取义啊？哦，就他妈不排除回档修，所以说就跑一趟空。然后那老师跟你凹说，哦，我是讲不排除啊，我没跟你讲说一定回档修正啊，刚才不是干话吗？
那不干话吗？你们为什么？你们到现阶段的话，很多人还搞不清楚哎、欸，还搞不清楚。这每天你要摸好，那我再问一个问题。今天取经不用问了，今天收盘收最低，收盘小 AC 嘛，我再问一个问题了。对。那如果哈，很多人跟你讲说，哎呀，不要分析什么背半 NVIDIA、Intel， 来，那我们打赌一件事情哈。那如果明天早上起床哈，这三个指标全部破，啊，你认为呢？你认为明天会开低走高吗？就直接再送你一根长 AK 棒，搞不好跌400多点呢、欸，跳水了，跳水。对，搞不好就来个大跳水啊！所以说，这都是所有东西，你都要稍微看一下。我没有要求你去看什么 microchip 或 micron， 因为这些东西我在公司，我在不是公司啊，这些没有分析的。可是问题至少包括 Intel， 包括比特大。啊，如果说你连 Intel， 你连 NVIDIA 都不算，也没有关系。OK。可是跟我们联动系数高达90%的 Philadelphia Index， 你一定要知道。是。啊，那我问你，没有，许金这都同样逻辑哦。我问你哦，你16000没做多，他给你一路涨到16700，他马的当然想放空啊，结果你又被多嘎1000点。对，多嘎1000。那同样今天行情是一模一样，你手中没有多，没有空单，你看他拉起来，想说啊，我去抢一下，啊，抢一下，结果就尾盘停损了。然后尾盘停损还没，许金还没完哦。我完全顺好，刚刚2点钟看到呢，外资一口气补了4000多，哎，又回去，又然后一肚子火，对，哎，我不是你手机坏了，我还是给大家一个真的很真心的建议哈、嗯，你真的去下载我们的软体，第一时间拥有主权。好了，那之前拉迪赛那个卖拉了，好，这个哈奇怪，今年龙年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、啊？对啊。哎、欸，我没有，我算国历龙年好的啦。你从1月2号开始，没有一天好日子过，没有啊，对，全部都绿、没有一天没有一天好日子哦。一月第一个礼拜，许金静全黑，全黑。哎、欸，对，我这边有记录，我跟你讲，每天记录全黑，你做，你做全黑，主力心态每天都黑。哎、欸，有哎，哦、欸，就有红啊，到现在半个月才3个红。你真的有在做记录哎！我有做记录啊，而且是你真的在做记录，很夸张。不是啦，现在比扯铃还扯的事情真的很多。来，一月八大家记得，一月八我一做多，就一月九号，哎 ，PM 盘涨175点，我就吓到，你看，然后在空，然后就杀。好了，跳快点，来，拉提赛拉料，来，我们直接跳到上礼拜五。哎，许金真的有做作也很好，我有点感动的，有点感动。好，那这样来哎，你哎，对，来好，就停在这边。来，上礼拜四哈，我说哈，现在全世界乱七八糟，外资呢大台空的754口，可是小台呢5735，所以说代表呢它是做多，好做多。那我说这东西没关系，你不懂，那我们直接看 AC 好了。我说收盘它是大于 AC， 所以说就是因为收盘大于 AC， 在快手冲的实战班操作策略里面，我们就做多嘛，因为找到机会嘛，做多。所以说呢，在上个礼拜我活生生就赚300点哦。那老师啊，快手班哎，快手冲总今天没有做，快手冲今天没有做，不要，我不要每天做，不是，现在真的很恐怖，哎，现在有点叫如履薄冰哎，上次哦，哇。嗯哦，那个蝙蝠侠，蝙蝠侠第几集啊？他不是说哈、哦，那个等于说他们那个Raccoon City就Raccoon City那边恶灵古堡，又是蝙蝠侠那个城市叫什么？瓦哉。哦，蝙蝠侠住那个城市不是叫对蝙蝠侠好，然后那个城市的话不是被占领，然后被坏人占领之后，坏人呢就把那些那个有钱人。知识分子哈、啊，好知识分子，像许金就许金是符合两个条件，有钱就叫知识分子。没有，有钱人高级正大，没有，我们是知识分子，但是不有钱。有钱人哦，我们很缺钱。然后有钱知识分子就抓去审判嘛，啊，审判的话有两条路可以走。哎，好，第一条路绞刑，就吊死嘛，吊死，对啊，吊死，没有电影的，电影、哦。然后第二条路的话就是那放逐英文叫 expel 还是什么？哇、嗯，哎、欸，是吗？对，很搞笑。ESPA 了吧？对啊。对，放逐。好，那当然，再怎么笨的人一定选择放逐嘛。啊、你也放逐那么简单了、哦？放逐是把你带到河那边，然后就叫你自己走过去。没有，那河是上面有冰。哦，所以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沉下去。对，什么时候会破掉？哦，什么时候破掉？哎、欸，真的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破掉哎、欸。对，而且下去之后你是浮上来，因为上面有冰。哎、欸，对，对啊，你就被冲走了。对，就代表是溺死嘛，你不是被绞刑，被溺死嘛。就死了、欸、啊，这跟我们的解释大盘有什么关系？我也不知道，就是现在大盘要如履薄冰啊，是不是这样？那到封关前是不是真的干脆不要做？
真的很恐怖。没有没有，我们节目其实很难跟大家讲说这时候要小心。我还是老话一句哈，有时候它是一种学习曲线呐、啊。就像我请问各位哦，一档二三八的广达，我们当时做很久，我们赚了800多万，已经把报做正。我们从132，那到时候一直讲那故事，而且故事到民视也讲，那同样故事讲同样说啊，背后叹息啊，站起来，站起来个耍小三一样的，对对对。那我们做在260几块钱，我们出掉嘛。那一段时间我们还做蛮长的，大概做个2个多月时间。对，可是你说接下来的宏基也好，宏基才做太大一个多礼拜，破就走嘛。那同样的，长荣对，看这么大只股票，这么大只股票，而且今天是利多，今天早上利多，今天早上利多，马士基他们继续涨，对啊，就台湾的跌，杂音未解嘛，所以说这是为什么哈？我都会设停损，老师啊，你昨天长荣卖很漂亮，你今天阳明赔八角停损掉，老师，那会不会明天大涨？江湖险恶不对就策，我不敢求那个，对啊，没有，再强调一件事情哦。没有，这个人的定义啦，就好像呢，1月2号干这个电脑合起来了，靠腰都用脚，就不要讲就对了啦，是这样。1月2号，来，没，慢慢开心，没事，1月2号，52.3的2353宏基，它应该是52.5，结果你说52.3，好，你可以猜是假跌破。对，那时候有人这样猜，因为它融券张数很多，可是呢，我这个人哈，我常跟我在课程里面我有教啦，我说融资融券这种东西，如果真的能用，天底下不会有穷人的。我看到券商很多，我就跑去妈的买多单来轧空。好啊，你们真的有空一下帮我查一下2498博达哈，2498博达，靠，干你要宏达电，2498宏达电，博达带了多少？你自己查一下。博达哈，博达也是很多投顾老师栽在里面的，因为他要下市之前，他的融券暴增，是，很多包括2418亚新，亚新应该是亚新带，你们如果说比较年轻一辈，你没有听过这两档股票。这些股票都是要下市之前融券暴增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许经理问你2398。2398。假设我博达我去放空啊，它下市我需要回补吗？我是放空的。下市啦。好像也是要吧。你可以放在那边啦，你对不理他就对了。不是啊，你不理他，你钱拿不出来啊。对啊，你不理他，你是电脑打开，我靠，我博达赚100万，然后你想拿不出来啊？你还是要回补啊？对啊，还是要吧？对，没有，然后没有，营业我会帮你找，放心，你就每次跟营业员去调侃那些散户嘛。我博达出一毛，有没有人要卖？一毛。好悲哀哦！好悲哀，没有，就是一毛太低，好，给你们施舍一下1块钱。嗯哼，你一张你可以拿到1000块钱，你要不要卖？卖啊！卖啊！卖！对啊，卖啊！然后我就补到了，我就补到。我看一下下市钱是多少钱。还有以前更狠的叫2418亚新啊，亚新也是，亚新是一家非常有名的 PCB 公司，一样下市哈。那结果呢？啊，300点之后呢？然后呢？这个空线我们跟你分享哦，结果呢？昨天呢？真的是赚得很爽。可是赚很爽的一个过程当中，我问你，还问我所有的会员，为什么我昨天跟你讲说拉起来我要跑？为什么要跑？因为很简单，我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，拍谁？你再把重播带调出来看，我是不是跟你预告收盘小于 AC Good for Bull？你所上个礼拜五，如果你没有看我的节目，这是为什么你要按赞分享？因为如果你没有看我的节目，你只看到外资加码1100口，所以说很多人看到 PM 盘这一个急杀跑去放空，就跑去放空的夜水下场，拍谁了？我买460，我赚200多点。那你跑去放空，代表一开盘你瞬间断头。对，赚头就不会痛了啊！你像股票，真妈的，就好像股票像烧烫伤一样，因为没知觉了，对，已经没知觉了，已经跌到不想再看了。像有时候用融资买进还比较好因为股票赔40%你就没了，就不干你的事情了。如果你不走赔80%到下市好，来啊，所以说来啊，继续，好，继续跳。昨天外资买了4636口，我有看到。可是我还是跟你讲说，收盘它是小于 AC， 哦，汤博是我随便讲的，其实今天也是汤博啦，今天是不是杀下去之后又拉起来，杀下去拉起来，可是问题为什么今天我就不做？来再一遍哦，为什么麻烦真的麻烦大家，没有问你啦，
没有，就像昨天那个许先生，他等于说他有去下这样软体，他就问一个有趣的问题哦，谢老师啊，他是自己做的啦。他说：“难道你就只看单一方向？没有，我说主力助手90%的时间，他一天就只会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向，简单方向嘛。就像今天早上8:51，这今天哦，许先有看到，这今天哦，今天老师啊，你的软体是模糊的，靠腰了，干我用手机，我没有时间在那边他妈截图，干你什么时候看到我很漂亮字卡？我跟你讲，看到漂亮字卡都不是我做的。老师，你其实只要按一下就对焦了。”好了，没事。没有，徐静，这不是，这是日光，这是日光灯，日光灯。我没有，我还这样子插手机哦。你认为？看我打字的，对对对，很急，真的打字，你不赶快把做资讯给人家，人家搞不搞？哇，今天大跌，赶快做多。对，差0.0几，对，差0.0秒都不到。对，没有啦，至少照出来。但至少看到这个的话，会救很多人呐。没有，真的。还有徐静哦，至少哈，你不会把绿色看成红色。除非是色盲，对，我就跟那客人讲说，没有啦，反正我说你第一天用嘛，就试试看啦。哦，我个人真的做法很简单啊。空的话，它绿色你就不要做嘛，你可以选择不做嘛，不做最大，不做咬我，咬我，你就咬我嘛，我就咬我嘛。哦，我问你，哎，今天做的比较爽吗？哎，今天是8:51的期货开盘6分钟时间呢。所以说你问我说，很多所以说今天是在问我是在回来的嘛，是在问我说，啊，为什么今天跌这样子？我叫他主力现在空，两边跟三角线。他说他总不能他结论讲主力现在空就跌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大家这一句话结论，结论啊，这样子就广告嫌疑嘛。帮妈妈谢老师做公益做广告，哦是。所以说哈，真的拜托大家，没有，其实再给大家看一下传真稿。来，这今天早上8:57，8:57哦。我是台指01支撑都在17333，就今天很好笑哦。台指01呢最低低点是321，就从321一口气拉到410，中间又差了90点。哦，90点就没有，你可以做这一段，你可以做，可是我不要嘛，因为心太空，它难道不能从跌200点变跌500点呢？谁规定不行？可以吗？如果说呢，美国呢跟也门叛军打起来，干美国也不管也门，就直接打也门的怎样？你不要再划清界限，你们明明政府就是跟也门叛军混在一起的，那就有的打了。好，继续解盘。今天我再给大家讲一个更鬼，所以说我真的拜托、哦、不用投我了，因为投票已经结束了、哦、要现在投我也要4年以后的事情，可是好像没有政党不能参加总统选举，是吗？应该是吧，我不知道啊，无党啊，要联署，像这次郭董这样啊，哦，郭董无党，无党叫联署，超过多少票这样啊？啊所以我就没有政党票了嘛。我要组织一个政党，哦，对，因为你没有政党啊。OK， 要连连署，连署，感谢导播的开始哈。好，来继续哦。今天我再跟大家讲一个很鬼的东西哦。你知道今天外资补了4505口，可是有一个人哦，他从来没在做期货，他也跳出来了。你知道谁吗？没有，你今天看那个，你等下去看一下台湾期货交易所，台湾期货交易所就是公开资讯的哦。台湾期货交易所今天我看一个都快笑死了。今天投信既然会在期货呢？空单3532口，但是第一次遇到哎、欸，他没有做期货吧？投信都一直在买方哎、欸，他居然不空单，他没有做期货对，而且他都站在买方哦，他居然不空单，因为他是你们那是你们的钱，那是你们的钱，对，那是你们的钱，没有你们用基金，你们投钱买共同基金，他就拿你的钱来操作嘛，好，甚至包括什么00878那些也是一模一样，00878。那基金人也很好笑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把00878里面成分股全部买一轮嘛，然后比重上面调整嘛。哦，华硕增加，哦，或台积电减少，就这样子做调整啊，一大堆就跑去买00878，我不知道你们好了 ，OK， 没有，我没有了，大家都很辛苦。今天收完小 AC 哈，然后呢，今天这个破嘛，这不用讲，加权破。然后比的大比啊，明天早上起床这个数字不要破。我很怕你又，我很怕你又讲的又对。不是啊啊，没有啊，如果破哈。跳水没有，我唯一没有办法回答各位就说，明天开低我可以主力心态多嘛，也可以主力心态空，可是我没有，这不是看图说故事哦，我没办法回答你啊，就像今天早上这一个开盘没有静，其实我本来以为今天应该会心态多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台指01它支撑在333嘛，哎，333这个数字你们很记得哦，333好，333好，33，它等于说它来到333，正常主力心态应该要多，我个人这样没有。等于说，如果我是主力的话，来333我一定多嘛，有多，你从333有拉到410啊，有拉到410啊，也拉将近八九十点啊。可是问题是他，
主力做手，他90%的时间，他一天就是个方向，他就是个方向，他就告诉你方向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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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我就不做了嘛，我就不做了，所以333我也不想做嘛，我也不要讲不想做了，我也不敢做了。对啊，哎，先进，他这样一刀这样杀下去，哎，早上的时候一刀这样杀下去，杀下去，跟台子棋结算有没有关系？有可能，对不对？我还是只能nice 跟你们强调，好，你只能从这边来找端倪。来，我不敢，我不管头线，头线把它拿掉。好，你收盘小 A C 还是老话一句嘛？如果说你没开高定死嘛，这开高定死嘛、那你开低的话呢？开低的话呢？它是正就是跌，它一定要走这个模式，它要走这个模式。可是问题，它下面红色，它下面红色，它下面红色。如果说它下面还是个标标准准的绿色的话，那就完蛋了，那就完蛋了。那手绑起来、没有啦，因为哈、现阶段的话呢，太多的不确定性。是，除了来自于地缘政治之外，更重要的重点，我问你啦，大家都说要降息，他也不降息啦，啊，现在卡住了，那、怎么降呢？东西变那么贵，所有东西啊，选举的不确定因素也没有啊，没了啊，不是啊，对，选举不确定因素没走，我们台湾是要跟着美国走啊，对啊，跟着美国走啊，哦，所以要不要拥有主义心态是蛮重要的，先知道蛮重要的，我觉得，哎，基本上，纠正一下。没有办法先知道、哦，不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一开看当下，看当下，一开盘就知道这件事情蛮重要的。不是啦，安、啊、你去，不是我举个例子好了。昨天强的股票，那刚刚今天有提到28一拳嘛？好、你先，我看一拳逮到机会买，有一拳不是马上跌停板了、杀下去，对，拉一下下，拉一下，然后6140正打是一模一样，他不是、没有，如果他直接跌停板哈，直接跌停板的话呢，大家就被救了，就你就得救了，就得救了、你不会笨到去买，是，因为你会吓到尿裤子，是。问题他跌停板之前，他都是先做个片线，可是好，我问你哦，真的，我问你，来，红姐一样，红姐盘这么急了，哦有，有啊，有啊，有有，为什么我来说这里？因为这群王八蛋呢。你心态空，你心态空哦，你们去泡个三温暖呐、你在家里，你说你哦，好久没有听老师叫大家泡三温暖了。不是老师，我没钱上酒店，靠腰啊！看你没有，你思想没那么邪恶，好不好？可以去泡澡了。没有，你没钱泡澡了，也不要去没泡澡。来，你家、家自己放热水泡，你没泡。老师，我家没浴缸。没浴缸，讲到浴缸哦，那天还有诈骗集团，那天不是流行那种吹气，还什么充气浴缸，就是携带方便的那种。对，然后那天新闻不是在干胶嘛，有一个人说订完之后发现说浴缸连脚穿不进，那也被诈骗了，竟然被诈骗，不知道诈骗2000块3000块。迷你版浴缸对不对？不是啊，你们去家乐福随便买一个塑胶浴缸，那吹气那种也好，然后你在泡着老师哦，你思考一下，然后放一个黄色小鸭在上面，然后一个毛巾这样子。哦，然后这样做个梦哦，你现在在高雄，因为高雄现在有黄色小乌鸦嘛，两只，两只，这一次有两只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有那时候花莲的话，它是那个斑鸭，红斑鸭，我有去，对，啊，你现在幻想一下，哦，现在人在花莲，啊，你这样子泡个6个小时起床啊，是没错，你的皮会皱皱的，皮会皱皱，可是问题不会赔钱的，啊，你今天不是白做工了？我之前跟你强调过了，之前报纸都已经没有啦，我这有点在颠覆头部，在砸头部饭碗了。金融商品的操作，它的时薪只有20块钱而已，因为都赔钱啦、啊。你今天一下下去有啊，我干，总算等到28.6一拳的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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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情鸟，我等好久了，哦，等好几天买不到，干，今天买到死。那是股票恐怖，没有，我问你啊，你今天去买这些股票，你是为当冲嘛？想说我有赚走，会做短都是当冲了。好啊，你走得掉吗？那、走不掉之后啊，抱着之后，如果是到最后跟什么利基店一样，那一串哎、欸。跟宏基一样一串的，每天讲到第几天宏基就是对啊，每天不是开高走低就开低走低，就跟昨天华金科给你一个梦，一根红 K 涨4块钱就跳水，对，惨，不好了，真的很麻烦，真的我没了，我们也不喜欢讲，不要别不要讲空的，反正我就在讲明天，反正明天再说，没有，可是我还是老话一句，我只能再跟你强调说，你没有再变哦。我上个礼拜我是跟你讲 good for 不收盘小 AC， 这是为什么？哎、昨天一开盘往上冲的时候，我赶快卖，因为你是收盘小 AC， 收盘小 AC， 正常收盘小 AC 就是你正常就开高直接杀，哎，昨天还一大堆白痴，一开盘试驾回补嘛，所以昨天又冲多冲50几点，所以赶快卖，好、啊，就咚啊，尾盘就这样子收起来。那昨天一样跟大家预告收盘的小 AC， 外资补的时间中，我要跟你讲，大家预告收盘小 AC， 那收盘小 AC 代表今天它已经往下杀，哎，可是没有。你没有主力心态跟有主力心态差别就是它在这里。你当你拥有主力心态之后，没有，如果这个主力心态它是多的话，代表它已经把 AC 反应结束了。可是问题就是绿色它。对啊，所以说双重压力。然后广达哇，
哎，导播改标跳跳跳跳跳，我们今天 拉到红色小鸭、啊、那个像哎广哎广达标啊，广达干有啊有啊有讲突破，但是又量缩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然后嗯，都不要追了，都多看少做，多看少做哈。那么所以说还是老话一句哈，我还是建议大家，你们一定要先看得懂大盘，之后才会有黄色小鸭哈。所以说要如何看得大盘，真的啦，真去下载我们软体，第一时间拥有主力的月水心态。你就有反败为胜的机会。我们电话号码02-239-2328，永远相信事前预告才是真的，真的多看少做哈。什么？反败为胜之外还要获救了哈。所以明天下午的2点钟，请您持续锁定未来事件部，我们再回来，拜拜。